接着下来，我先来讲我身上的哦，就是这是我很在家里常穿的一个 Kronhaar 的浴袍，真的。然后它是外出服吧？啊，这很像外出服哎。金梅姐穿出去，对啊，它不违和，就可以驾驭。可是我们穿出去就很像，哎，我们穿出去，对，那不输嘞，嗯，不是，要看人。它有很多这种就是它的 logo 啊，就在这个细节里，所以我就觉得它的料子是真丝的，所以就非常的舒服。然后再来就是我的饰品，这是我大概也是买了25年了，在那个时候台湾有 Joyce， 对，那个年代我就买。它有很多，比如粉红色、白色，然后跟珍珠串在一起。可是我就是选择了黑色，因为我很爱黑色。包括米老鼠，我也选了一个黑白的米老鼠，超可爱的。不是，这不是小香，这是就是你他自己的一个品牌。然后耳环是小香，哦，好好看哦。对，这是他也有一个就是。白色的就是小香白的那种，但是我还是喜欢黑色的。然后这个鞋要好好的介绍一下，好可爱。据说是现在全韩国都很流行，都在穿的。对，这个鞋哇，超夯，超夯，可以钉东西上去。对对对，就钉满。All you can 钉，钉上去。超夯，这个是。哇，好赞啊！这个它的皮是最厉害。它的皮哈，因为他们以前我不知道他们。跟他们工作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：“哎，你们不要讲我们是 fashion brand， 我们是 luxury brand， 就是他觉得他们是皮革最好的。是，原来他们最早都用那个 Napa 小羊皮。对对对对，软到不行，好软哦，像纸一样。因为我知道我知道你会冷，对我冷，好好看哦，好看哦，我很软，对不对？而且很显瘦哎，这个才这个圆圆这个比你刚刚的好看。嗯，那个是乱穿的。问题重点是我穿起来超好看，就像圆圆讲的，就是我们的原生，我们原生适合的，我们这里就没有那么厚，对对，好奇怪，看起来瘦。然后它越穿皮会越软，越像你身形的样子哦。它垂下来，就跟包包一样，它的那个皮革的柔质是非常柔软。它有对对对，就像记忆枕的概念是那样子的。而且欣蕾姐讲到不会看起来厚片，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第一个它皮革薄，可是皮革本身的面料特性是它是比较硬挺的，所以我们只要穿硬挺的东西，然后又是薄，就会看起来比较瘦。接着下来，我们来看看就是我的收藏。这是因为我去一个他们的一个特殊皮革展示会。然后有一个法国女人，她在讲说她的这个皮革怎么样拼接，她怎么制造，所以她要帮我配什么什么 buckle 什么什么的。然后她从她的包包，她就拿这个包包，她包包用得好软哦，就整个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很有她的个性的样子。我就想说，我就跟那个我的 sales 讲说，我想要回去你们店里买。他们这个包包，要不然我没有他的这个包包。因为平常他们原本这个款式是偏重，对，它其实不重，它已经改良了。对，它现在改良。对，好，再来。这个超可爱。好，我先讲包包好了。好啊。哇，这好美哦。这个超好。这个是爱马仕的，男生也好好看。哦，这男生背超好看。其实它两面哦，背好好看。两面哦，好好看。它叫木屐系列。木屐。因为它的。那它的开口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两边都没有，就你看正面嘛，这边哦，因为它两正反面长得都一样。对，然后我好喜欢听那个扣起来的声音哦，你听。哦，扎实，就跟男生喜欢跑车的，那个关门的那个声音不一样，扎实啊，空。哇，卡住的高级车，啊，你如果是一般的，比较计程车，一定是啪，对，它是空。对，它就有点吸进去的感觉。哇，来便便来背一下，你背一下，我背吗？对，你背，你刚背。哇塞，哇，这根本你的包包啊！哇，帅爆了，好好看，而且其实蛮低调。对，它那个 H 是，你叫欣蕾姐卖的，对啊，完全不低调。哇，东哥啊，试试看，好好看的那个包，好东西啊，感受一下。哦，哇。好看，哇！不挑人，东哥哎，多少钱？
你会吓到，这个一定超贵。真的 OK 啦 ，OK 啦，真的。可是二十几应该OK 啦，可以投资的吧？可以投资啊，因为你可以一辈子。这不会太流行呢。你妈妈也可以用，你家人、你姐姐、你妹妹，那个将来的老婆。东哥，你怎么听完价钱脸变这么红？对啊。我血压。而且这个放三十年还是一样啊。对，20万啊，你可以当传家之宝啊。哇，还不一定买得到，对不对？真的买不到了，买不到。哇。它的工艺非常非常要买要买，超好看，超好看。还有一个这个，我也有一个小马哦，哦，这个你小飞马，也有飞马，哇，还有翅膀，它还翅膀，对，它是飞马，翅膀还有鱼皮耶，这个真的好，这个超可爱的，可爱哈，然后它菜篮子好可爱，这个菜篮子我。太多个每个颜色，但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它呢？因为它的手把是鳄鱼，哇哦，所以我就觉得它很特别，而且它的鳄鱼是双面哦，就是它不是它不是里面是一般皮，然后外面是没有，它两边都是鳄鱼，所以我就觉得它的工艺很好，然后再配上这个黑马，好美，一定要买。所以这个白色的马跟黑色会更难买。假如这个有出白色的话，这只应该更特别吧？因为它的翅膀，对，因为它是新的，它有翅膀，它是没有翅膀，对，我是没有翅膀的。嗯，这是一个 Kronhard 的，我的这个品牌饰品的品牌。哇，这个熊好，这是娃娃，这是6年前买的。然后他头发好可爱，好酷的头发，好朋克哦，很像我以前的头发，就是这样子，好可爱，哇，咋样狮子，好可爱，这个好怒发，对，这6年前买，大概他也是大概3万块左右，28000多块，嗯，酷，对，我买这个是要送给我一个很好的闺蜜，她抽烟，所以我就觉得烟盒吗？对，是一个，她就可以，反正就可以戴在这里。好酷哦，哇，好可爱，可爱哦。然后呢，这里这样子，刘姐吗？对，这样，很可爱啊，很可爱，而且它很轻，它看起来很轻。送你为什么我还没送它呢？对，因为它改抽电子烟了。好，这个价钱我忘了，但是也是好几万，不便宜，因为它很多工艺，很细，啊，它其实它的皮哦不贵，它贵的是如果它很多夹层，比如说这个很多夹层的话，小细节就会比较贵。还有它的银饰，如果多的话，也价格就会比较高一点点。啊，这个是藤原浩呢，跟他们一起合作的。哦，好酷哦，它叫皮卡丘，黑色的很少。会叫吗？黑色，不会。没有，会叫就会被狗咬走。不会，对。对啊，好，好可爱。但是。还有，竟然这么可爱，怎么不买大的呢？是不是很可爱？很可爱耶！是不是？很可爱，它一点作用都没有，可是它又让我很疗愈啊，心情很好，是不是？很可爱，可爱，超可爱哦！好的。